Mommy, may I help you cut it? Sure. 小心啊。 什么东西吧？那个你可以吃完啊，那个animal，animal很好吃。为什么是叫 animal？洋葱就是烧的，不是生的。哦，洋葱是烧的，就是animal。嗯，我没吃过，我好久没吃了，是不是？